大家好，我是阿月，我们是飞奈。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个新的女生，所以我买了一顶新的帽子。她说她礼拜三愿意跟我出去逛逛街，可是口袋里剩下两张50元。哦，妈妈，妈妈，我要钱，我要钱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钱。说说笑话，吃吃水果，看电影。哦，你也知道交朋友什么需要金钱帮忙，可能还需要买一套洋装给他。哦，妈妈，妈妈，我要钱，我要钱。哦，爸爸，爸爸，我要钱，我要钱。妈妈，妈妈，我要钱，我要钱。爸爸，爸爸，我需要你钱。我承认有时候常偷开车子出去玩，但至少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也承认在外面都抽烟，但我已经戒掉。